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05面，605面第二行：戒若琉璃。戒者，戒律，为戒定慧三无漏学之首。奉持戒律，明镜清洁，一字庄严。持戒净洁，譬如琉璃。梵王经曰：戒如明日月，夜如璎珞珠，故曰戒若琉璃，内外明洁。昨天呢，我们学到此地啊，学佛不但是学佛，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都重视戒律。戒律就是规矩，所谓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学佛从哪里学起呢？要从戒律学起。戒律不是形式，而讲求实质。我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那个时候我是在家身份初学佛，刚刚接触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刚接触一两个月。老师善巧方便，以后大概总有30-40年，我在新加坡遇到纳丹总统，新加坡的总统，现在他还是总统。有一天在一起吃饭，我们坐在一起，他告诉我，他是印度人，也是印度教。他最佩服的是佛教，就是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的时候都愣住了。第一次我听这个话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从来没有人讲过。纳丹讲的话跟张家大师完全相同。我就知道这个人是内行人，不是外行人。那么今天戒律变成形式了，有名无实。在家学佛，无戒实善做不到；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什么原因？为什么从前的人能做到？我们往前推，150年前的人能做到？那不是假的。这150年呢，疏忽了。我们细心去思维观察，把它的原因找回来。守规矩是要从小教。
从小就不守规矩了，这个儒跟儒家的礼，佛家的戒律都没有办法约束他，这是一定的道理。啊，中国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叫“教儿婴孩”。你教你家的子女，什么时候教啊？婴孩，婴孩刚刚出生，啊，长大了不好教了。啊，你小孩是3岁教他，迟了，来不及了。啊，真的是婴孩，说教父出来，啊，娶妻子，你教他，他刚进门的时候就要给他定些规矩，让他遵守。啊，所以中国自古啊重视礼教，啊，是从怀孕时候就开始。啊，胎教啊，胎教如果注意啊，这10个月期间小心谨慎，这小孩生出来很好教，会非常听话，因为他在母亲胎胞里面啊，他就能够感受母亲的思想言行啊，跟他起感应道交的作用，这真正扎根了 啊这个疏忽有150年了，所以佛在华严经上说的话呢，这慈悲到基础啊，现在人什么都不懂，别怪他，为什么呢？先人无知，他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啊，曾祖父母也不知道，高祖父母也许知道一点，不相信了，啊，你要我向上啊，推多少代呀？要推到7、8代才知道。那么疏忽这么久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明了之后啊，只有自己下定决心去补习，把这个课补回来。要从哪里补起呢？要从基本课程补起。啊，这个基本课程就是《弟子规》《感应篇》。要认真学习，《弟子规》不是念的，不是讲的，啊，是要做到，每一句每一个字都要做到，非常认真的做，我们的根就扎下去了。啊，行不行呢？行，真正用心的话，2-3个月就做到了。我们过去在汤池实验啊，招收30几位老师啊，第一天跟我正见面的时候，我就鼓励他们啊，我们这一次做实验意义很深，我们的使命很重，试验成功了，无量功德了。试验要是失败了，啊，那这翻过来是无量的悲惨了。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人相信了，试验不成功了。啊，可能中国传统文化就被人抛弃了。
这么样严重的关键，所以我对老师殷切的期望。我们要认真，我们要舍命也要把它做成功。啊，我给老师是4个月的时间，没想到这批老师2个月就做到了。啊，我们真感动啊！啊，做到了怎么办呢？下乡入户，把它演出来，表演做出来。啊，走到农民家里面，看到老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我是他的儿女，我应该怎样孝敬他？把《弟子规》认真落实，啊，这一做的真正去做，效果出来了，啊，这个小区的人就受了感动，啊，看到老师对他们行孝道，老人感觉到很惭愧。没有把儿女教好，他家里面的儿女看到之后也感动。我们对父母没能尽孝道，啊，用真诚去感动啊，这叫教学啊。啊，中国古人提倡的是。身行言教，身行在先呢，言教在后啊。你真做到了，你说出来人相信啊。你没有做到，你说出来假的，没有人相信你。啊，所以这样下乡表演了3个星期，我说可以了。开班教学，啊，第一宣传就开班教学，人都来了，自动的都来了。为什么？他看到了，啊，街道一般人乱丢垃圾，啊，我们怎样去教呢？不劝，不说，老师穿着制服。每一天早晨出去捡垃圾，哎，捡了2个星期，哎，没有人都不好意思再丢垃圾了，所以街道就整齐，就清洁了。啊，不做不行啊！啊，认真去服务啊！啊。小街上遇到一个妇女，啊，告诉我们的老师，他们家的厕所很肮脏，能不能帮助他洗一洗？我们有2位老师去，把他洗得干干净净。旁边邻居对他讲：“你们太过分了！”啊，我们老师真干了，真听话了。服务到家了，啊，所以中心老师的话，地方人民相信，这个教学就收出去，收到效果了。啊，这是什么？持戒。啊，《弟子规》是根本戒。在佛法里面，世尊在《佛藏经》里都说过，啊，《佛藏经》是一部经的名字，不是《大藏经》啊，是一部小经。啊，佛在这个经上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教诲啊，
释迦牟尼佛重视修学的次第，一定先小后大。小乘教你怎么做人啊，怎样做个好人，怎样做个善人。佛经典一展开，善男子善女人，那是有标准的啊，持戒守规矩，这才叫善人啊。所以佛教在中国小乘经典翻译的非常完备，跟现在南传巴利文的藏经有对比。我没做过这工作啊，张安嘉大师告诉我的，大概巴利文经典比我们只多50部的样子，全部差不多3000多部，巴利文只比我们多50几部，你就晓得这个翻译是多么完整啊。在隋唐时候，小乘有2个宗派，陈实宗、居士宗，是学佛的人必须要学习的啊，这是扎根嘛，这佛教小学嘛。可是到唐朝中叶之后，我们这些祖师大德了，就不学小乘了。所以到宋朝的时候，这2个宗派就没有了。现在不是研究佛教历史的，都不知道有这2个宗派。啊，这2个宗派大概是失传1000年了。那怎么办呢？啊，学小乘不要了，就学大乘这行吗？啊，这是释迦牟尼佛所不许可的。啊，我们的祖师大德就用儒用道代替小乘，成绩不错。这差不多1300多年来啊，无论是哪一宗，人才辈出啊，说明成绩可观啊，祖师们没有做错。那么今天麻烦大了，小乘不学，儒跟道也不学，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大乘不得其门而入啊，原因在此地啊。纵然去研究大乘啊，没有儒跟道的基础，没有佛的这个小乘的基础，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学术啊，他所一生所研究的，他能讲，他能写，做不到啊，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有断呐，啊，还是凡夫啊，啊，那他呢？这个我们今天讲佛学。啊，他是搞佛学的，把佛法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那么成绩呢？是知识，不是戒定慧。啊，学佛一定是戒定慧三无漏学嘛。戒定慧不要了，那就变成三有漏学了，不是无漏学了。有漏学是世间法啊，所以有漏就是烦恼习气完全没有断掉啊，这个是
最近这150年呢，普遍的现象。啊，不但在中国，在外国也不例外。这个现象如果再要这么下去，佛法就在这个世间消失了。经典还留着在，通通变成学术，变成佛学的知识。啊，里头戒定慧这三无漏学的功德利益，我们完全得不到了。啊，这些话早年我这三个老师都告诉我，都劝我要重视。啊，因为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是跟方老师学哲学，把它当作一种学问来研究。啊，对于经论喜欢，对于戒律就疏忽了，不理他了。啊，这里头有个很大的错误观念，认为戒律是生活规范。释迦牟尼佛定的这个戒律是3000年前，而且是印度。啊，3000年前印度，古印度的生活规范。我们学这干什么？那所以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生活规范是中国古圣先贤定的，所以还好，就是对于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反对。啊，我还是努力在学习。啊，可是对佛法戒律无论，那是印度人东西。啊，尤其是3000年前印度人东西，我们没有学这个的必要。啊。张家大师看得很清楚，知道我这个观念不容易，你就纠正过来。啊，所以他有他的善巧方便。啊，我们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啊，我跟他3年了，至少有100个星期。啊，每一次我离开的时候，老人一定送我到门口，啊，一定对我轻轻说一句话：“戒律很重要。”哎，他没有啰嗦，他不劝你，他不是，只提一下戒律很重要。哎，我也是听得耳熟了，也不以为意。啊，我总认为是老和尚他执着这个。啊，也许对现在东西知道的不多，都是我们对老人误会，老人慈悲啊。到他老人家圆寂了，我这个指导的老师失掉了，啊，也非常的感动啊。他的火化是在一个另外一个单独的地方给他起了个塔，啊，不是一般的这个火化炉，单独替他做的。甘珠活佛主持火化的大典，在火化的这个小塔的时候，他住了一个星期。啊，我是因为有工作，只能请3天假。我在那里住了3天，3天3夜，我就在想，我跟大师3年，他教了我些什么？啊，我反省做了一个总结，这一反省呢，哦，这个印象太深了，戒律很重要，
他为什么有这句话？啊，终于被我想出一个答案。我们所想的是世间法，啊，这是我的一个概念。世间法三代的理就不一样，三代是中国夏商周啊，不相同啊，有新有隔，好像现在我们的法律过几年不太适用了，要修订一次。那释迦牟尼佛戒律没人修订啊，还是老样子。那总得适合于现代化的生活，它得有修订呐。啊，没听说有人修订，悟出个什么道理呢？它是出世间法，它不是世间法。啊，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戒律尊重的心升起来了。啊，它是超越世间法了。你如果不遵守，你不能够超越世间呢。啊，所以才晓得因戒得定，想到这个因定开慧。啊，这个不是世间，《弟子规》不能得定。感应篇也不能得定，啊！可是佛法里面呢，这个三规五戒十善能得定，啊！从这个地方呢，算是人清楚了。这张家大师苦口婆心，啊，轻描淡写提醒我这一句，啊，他也不给我讲，我也不问他。啊，走的时候，在他踏前面住了三个晚上，想出这个道理。啊，于是乎对戒律就重视了。啊，开始看戒律的经典了。啊，相当对于现代年轻人很难接受。啊，所以戒律从哪里学起？这些年来啊，我们提出来了，从《弟子规》学起，从《感应篇》学起，由《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你学三规五戒十善不难了。啊，可以能跟古人并起。啊，不会在他之下。如果不从《弟子规》，那你就没有根，这根之根你没有，你的成长速度会很慢。啊，也可能那时候你退心。啊，这条路你走不通了。于是我们才真正认识，啊，《弟子规》跟《感应篇》的重要。由这三个基础，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你就决定能生净土。为什么？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待业往生呢，得有这个条件。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你想到极乐世界做佛，先把人做好。啊，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啊，你确确实实有能力升欲界天。你得有这个能力。啊，弟子规跟感应篇可以帮助我们升欲界天。啊，来生不是人生，那是肯定的，那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你决定不堕三恶道。
啊，这在佛法是保证你不会走三恶道。啊，如果这个基础没有，学佛也不一定会堕恶道，很难讲。啊，看你临命终是最后一念，如果最后一念还是贪嗔痴，三恶道去了。啊，临命终时，亲情不能放下，这是贪爱啊。啊，财产不能放下，那都是障碍啊，都属于贪呢、啊。贪堕恶鬼道，愚痴畜生道，嗔恨地狱道。啊，为什么印光大师在文朝里头嘱咐人送往生8个小时不要去碰这往生的人啊，他断气8个小时啊，连他的床都不要碰他，离他远一点，怕他发脾气啊，怕他生气啊，8个小时一般来说神识没离开，虽然断气了没离开，就是说他有知觉啊，8小时之后神识离开，那可没问题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最好是12个小时或者14个小时，那很安全，绝对没有事情。这个规矩要懂，要遵守啊，不要一会去摸他，一会去摸他啊。如果他一发脾气，你们这么讨厌，你摸他他痛苦啊，那一发脾气就把他送到地狱去了那就变成冤家了。啊，他会恨你啊，印祖说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假话啊，我们要有这种常识啊，戒要认真去做，要做得很干净啊，明净清洁。明净是讲心，清洁是讲心，一字庄严呢、啊，持戒净洁，犹如琉璃。琉璃是比喻，透明的。啊，叫琉璃瓶。啊，我们今天很多用水晶。啊，在佛法里，琉璃是水晶这一类的。啊，我们一般讲翡翠。透明的绿色的啊，称为琉璃。佛经上讲的玻璃就是水晶啊，古时候没有现在这种化学做的玻璃啊，所以玻璃就是指水晶啊，琉璃是指翡翠啊，这是宝玉。梵网经这个也是一乘大经啊，可惜没有完全翻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啊，传到中国菩萨心地戒品啊，里面有戒如明日月，夜如璎珞珠啊，这是用比喻。啊，故曰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内者啊，这有指心意，意也清净呐。其心动念，心力苟然，
这是内心。外者呢，为意具足，德行于外呀，内外悉皆。故其言说，令众生心悦诚服。你的效果啊，持戒的效果啊，人家对你尊重，对你尊敬，你说的话别人愿意听，别人愿意去照做啊，这个戒不就很简单吗？戒就是我们把佛的教诲表演出来，做出来，这就叫戒。啊，那现在我们谈到受戒，受戒能得戒吗？不能。这话不是我说的，谁说的？偶益大师说的。偶益大师，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人，啊，300多年前的人了，啊，将近400年。啊，他老人家是研究戒律的，我们净土宗的祖师精通戒律啊，在当代那个时候有人称他为律师啊。他说了，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南宋之后元明元100年，明大概300年，就没有比丘了。所谓比丘叫名字比丘，又名无始，也就是说比丘戒做不到了。啊，那如果想真正得比丘戒怎么办呢？他讲了，修瞻察轮相，以这个方法去修，自己修自己可以得到。啊，所以他有瞻察经的注解。啊，只有用这个方法真正铲除业障啊，戒相会现前，有感应啊。不用这个方法，在戒坛里面呢是有名无实。可是戒坛要不要参加？要。为什么？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没有受比丘戒，比丘戒不可以看啊，比丘戒、比丘尼戒，不是比丘、比丘尼不能看他的戒本。为什么？不是秘密，不是不能见人，是怕你遭罪业啊！你没有看呢，你对这个比丘、比丘尼很尊重啊。尊重是功德了，你重福啊！你看了之后，哎，你觉得他这里也不错，做的不对，那也做的不对，你就批评他啊！你对他那个尊重心失掉了啊，那你就造口业了。你造口业的时候，是你在造孽，你将来受果报。佛是为这个原因不准你看啊，但是有一个例子可以看。你看全部大藏经就能看，为什么？你了解，你看了比丘，比丘你不如法，你不会受到，你还是非常恭敬，修你的福报啊，是这个原因，不是有什么秘密。佛法里头绝对没有秘密，密宗也不是秘密啊，什么深密啊，理太深，不是一般人能懂啊，所以它是深密，不是秘密。啊，佛法大公无私，
哪有秘密呢？啊，所以戒律里面最重视的是意业清净。啊，那我们老实念佛，我们这心里头只有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统统放下了。你说他的戒清不清净？清净了。不管他受不受戒，他戒都清净了。这叫什么？这叫定功戒、道功戒。你心里只有阿弥陀佛，你怎么会有过失呢？所以一句阿弥陀佛，三句境界同清净了。啊，确实有念佛的念佛人呢，连三皈依都没受过，他念佛往生了。哎，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啊。你说他有没有戒定慧？通具足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没受三皈五戒啊，你把《弥陀经》这《无量寿经》《弥陀经》听懂了啊，真正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是什么呀？菩提心就是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叫大菩提心，圆满的菩提心。啊，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还不就是为了要亲近阿弥陀佛吗？现在阿弥陀佛在你心里头，你的心跟阿弥陀佛已经变成一体了。啊，像中峰禅师在《西念法师》里头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你能把这两句话真做到真兑现了，那你有真实功德，不但你自己将来决定往生作佛，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没有灾难。为什么没有灾难？心净则佛土净呐！啊，你一个人住在那，心清净，你的佛土清净；别人住在这里，他沾光了。别人心不清净，你清净沾光了。啊，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说啊。一个人有福啊，连带有无啊，那想他的福报吗？那沾他的光吗？啊，《戒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现一个僧团，整个地球都沾光。啊，这个僧团是吧？六合僧团，几个人呢？四个人。四个人真正修六合敬啊，这四个人不管是在家出家啊，僧团不一定是出家人啊，在家学佛四个也一样，四个人那个功德就救全世界，就救了地球啊。啊，我从明白这个道理就非常留意啊，想找四个人，找了五六十年找不到啊，两个人都吵架，怎么合伙？没有法子，四个人不能不吵架了，不能不闹意见的。啊，真正念阿弥陀佛的，把阿弥陀佛放在自己心上，一个也没找到。啊，实在找不到怎么办呢？求自己，别求别人。啊，我自己要做到，做到真快乐啊！
啊，什么灾难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灾难现前的时候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佛决定到时候他就出现，他就来接引你。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句句声声都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对这个事情，亲情要放下。名闻利养要放下，欲望要放下，这种障碍呀、还有你学的这些东西要放下，你不放下是所知障，全是麻烦。哈，这些东西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遵守戒律，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到大彻大悟，再广学多闻，这就对了。没有大彻大悟，不可以广学多闻。啊，善财童子在《华严经》53参教给我们的。你看，他在没有彻悟之前，他跟文殊菩萨，啊，文殊是他的老师啊。在老师会下成就定功，成就了根本智。啊，根本智是般若无智。啊，把所知障放下了。根本智得到之后，遇到缘，智慧自然升起。啊，变成无所不知。啊，这个时候老师就叫他去参学去了，完全开放了。啊，去开去参学53参了。53参是什么？成就厚德智。厚德智是无所不知。他学得快啊，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一接触就明白，啊，一点都不费力气啊。啊，佛门里面有一位大德曾经表演给我们看，龙树菩萨，啊，这是印度人，释迦牟尼佛灭度600年，他出现的时间，啊，他所证的是初地，啊，别教的初地等于原教的初祖，啊，他的境界跟慧能大师是平级的，啊，是相等。啊，那么他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广学多闻呢，通通来学习，花多少时间呢？3个月。如果没有得根本智，30年都开不了悟，你都没办法。你看他开悟之后，3个月。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看到六祖坛经的相信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么他一听就懂了。啊，慧能大师听无尽藏比丘尼念大涅槃经，那个分量很大了，只听当中几段呢，他全明白了。啊，听法大禅师念法华经，法华经很长啊，
28品呢，念到第二品，你说不要再念了，我全懂了。这种学法了，那大藏经的时候3个月没问题啊，真可以学得了啊！啊，你不精不明，得看几篇就行了。那他不要从头给学到，不需要啊。啊，我跟李老师学华严经，啊，这是在台中最后一个课程。啊，我也曾经跟诸位说过，华严经80卷，我学多少？学第一卷。我只听他讲第一遍，第一卷，后面我全会了。啊，他在台中讲，我到台北讲。那几个月之后的时候我超前了，为什么？他一个星期只讲1个小时，我一个星期讲3次，一次是1个半小时，啊，我一个星期讲4个半小时，他一个星期讲1个小时，啊，所以不到1年我就超过他了。那我没开悟啊，啊，没开悟都有这个能力，那开悟还得了吗？啊，这是佛法修学的秘诀。啊，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了，儒学到了，道也学到了。啊，所以这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儒释道三家共同承认呐。啊，都讲求戒定慧，啊，守规矩，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得三昧，最后开悟，啊，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所以戒是基础，决定不能够疏忽。啊，疏忽成就就非常困难。啊，一般成就呢，那是世间的学术，就是知识。啊，你在佛法里头得不到智慧。啊，你没有办法得到法喜。啊，这个佛法非常明显的效果呢，就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啊，烦恼、忧虑、牵挂这些东西一扫干净了，清净心现前了，啊，这是第一步的功夫。平等心现前呢，那是第二的，那菩萨境界。啊，到后面这个觉，觉就是大彻大悟，啊，化身菩萨境界，就是佛境界。底下一段说：即发苦，见发闯，要会识。这几句是讲的利他。慧疏曰：“法音高响，犹如鼓声；威德摧邪，犹如盛壮；慧日照迷，犹如高日。”下面这是念老的话了。书的意思是，发苦比喻菩萨发音，行中愿闻；发闯比喻菩萨威德，摧破邪恶。如家乡寺曰：见闯是
战胜之相。譬如说法降魔得胜，这个地方要加一点解释。古的音声原文能振奋人心啊，所以古时候打仗冲锋的时候一定击鼓啊，鼓起来的勇气向前冲锋啊。这个地方呢举比喻，比喻说法啊，讲经教学啊，这就好比是鼓的声音呐、啊，啊，威德摧邪，这是下面的这一句讲的法创啊，所以讲经教学能够振奋人心，让别人听到之后觉悟了啊，未必是真觉悟。听的时候受感动，这是什么？这是你觉悟的缘，觉悟的因是你自己心性的本有的般若智慧。没有这个缘呢，你心性里头本有的智慧不能现前啊，用这个缘把它带出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误入的全是自己智慧，都不是外来啊，自己有的。这就是华严经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啊，如来是自信啊，每一个人都有自信里面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平等平等啊，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我们跟云飞软动平等，我们跟恶鬼地狱也平等啊，只是他们迷得比我们还深啊，他们很不容易觉悟啊。啊，佛说了，六道里面人道比较容易觉悟啊，天道为什么呢？天道没有苦，苦少，乐太多了，他不想修行，他就享受去了，就是所谓是富贵学道难啊，他天天享受去了啊。三恶道修道困难啊，为什么呢？就相当我们所谓说贫穷修道也难，他三餐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来修道呢啊，所以人道在当中啊，并不很快乐啊，但是也不是很苦啊，小康之家，有苦有乐，比较容易觉悟啊，这就是人生这个得人道啊，就特别可贵啊，人生难得，佛道难闻啊，得人生不容易，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有机会闻佛法，有机会悟入佛法啊，那这一生到人道了就没有白来啊，遇到净土法门那就是无比殊胜啊，遇到这个法门来生要脱离轮回，要脱离十法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就对了啊。这个世界人间天上全部放下了啊，不要了
大梵天王让位给我，摩西首罗天王请我去当天王，敢不敢？不能干了，一干就错了啊！啊，臣服的机会不容易遇到啊，当天王的机会很多啊，啊，决定不能干。所以你要认识清楚，越认识清楚，你的心越坚定，啊，不会再改变了，啊，决定成佛去，啊，你在这一生在人道得到的是大圆满，啊，能够回归自信。啊，所以这个是比喻法鼓，振奋人心。啊，威德摧懈，你有智慧，你有道德，邪魔会远离你而去，不敢接近你。啊，反正是邪魔来扰乱你。是自己德行不够啊！小乘法里面有降魔，八相乘道有降魔，大乘法里头没有。为什么？大乘法里说魔也是佛啊，魔来考验你，有邪魔的扰乱，说明说我自己德行不够，我修得不好。遇到这个情形，自己也许更忏悔，更要勇猛精进。啊，魔就离开了，魔佩服你。啊，你越是害怕他，他越欺负你。啊，你不在乎他。啊，认真的反求诸己。改过自新，莫佩服。所以大乘，魔也是佛，是佛是魔，是自己一念，自己一念正，魔就是佛；自己一念邪，佛也是魔。所以大乘，无佛也无魔，这是正确的。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嘛？啊，真的果然是心地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你看到所有一切境界全是阿弥陀佛。啊，你看到山河大地都是极乐世界。啊，境界转了。不必等到极乐世界，现在就能转了，你才会真相信呢。啊，信心不坚定的，不能修大乘。啊，那么法床，见法床，法床就是战胜。之一，古时候战争打胜仗回来建法床，是吧？这是属于旗帜，但是它的旗帜是圆形的，啊，长形的呢，这叫帆，啊，圆形的叫床，有一点像是飞机场那个风筒，啊，像那个样子，啊，诸位在大陆上有很多寺庙里的有。它挂在大殿，圆形的，那叫床。啊，古时候，寺院都有旗杆，旗杆很高，它不是挂过旗的，啊，它就是挂着小帆床。啊，如果这个寺庙今天讲经了，
挂床，床是讲经，喜欢听经的人一看到，他自然就来了。所以从前没有宣传的东西嘛，只有用这个啊，挂幡呢，今天有法会啊，有这些法会活动是挂幡啊，挂床是讲经啊，所以这个呢都是给一通知一些爱好的人，所以佛不招生呐、啊，佛是让你自己来呀、啊，你喜欢来啊，佛非常谦虚啊，不敢说我有能力教你，为什么？你本来是佛，我们都一样的，我哪有能力教你呢？啊，是你自己来的。啊，现在人家招生拉信徒，宗教有拉信徒，佛门你不许过。啊，但是佛教这么好，怎么样介绍给别人呢？那就是佛门弟子要把佛所教的东西表演出来让别人看，哎，别人看得很好，你怎么这么好啊，哎，我在哪里学的，跟佛学的，哦，佛是怎么样，这就引起他主动的请教啊，而不是被动的，佛是用这个方法。所以寺院里面讲经有规矩有威仪啊，法会也有规矩，那是什么，像舞台啊，表演给大众看的，人家看得很欢喜，慢慢的引导他来修复啊，所以不许可你去通知去邀约别人用幡床来表示啊，这是佛法的戒引大众的善巧方便啊。那么现在你看大楼高楼几十层，你岂敢怎么挂得住，没办法了，所以现在有现在的方法啊，有广告啊，报纸可以登广告啊，这个卫星也可以做广告啊，做这些了，通知某个地方有法会，某个地方讲经啊，用这个东西啊，这个意思跟从前的发传是相同的啊，所以这个见法床就晓得它什么意思了。如果我们今天真正能够把佛法回归到教学，为什么这么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这叫佛事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到底干些什么？啊，佛干些什么？干什么事？他的事就是讲经教学，他搞的是教育啊。他是什么身份呢？他是一个职业老师，49年如一日。职业老师，我们把它认识清楚啊！啊，佛教传到中国，当年那些大德从印度来传法的，我们中国很多跟他出家的，都是教学啊，研究经教啊，讲解经教啊。自己依教奉行呢、啊，这是佛事啊！啊，以后变成金灿佛事，啊，变成了超度亡人。我初学佛的时候，对这个事情很疑惑啊。那时有个老和尚。啊，他对我很好，很照顾我，我也很感恩。道安老法师啊，第一次
到日本是他老人家组团，啊，也找了我，我跟他一道去的，啊，我跟他当侍者，跟他住一个房间，啊，我就向他老人家请教，我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做过超度亡人的佛事，在经上没有。我说这个东西是从哪来的？他想了一想告诉我，大概是唐明皇干的。我说为什么？唐明皇因为杨贵妃安禄山这个案件几乎亡国啊，安禄山造反了，杨贵妃是内应的啊，幸亏郭子仪这批将军把这个动乱平息掉了。平息之后，唐明皇在每一个战场建立一个寺院，叫开元寺，他的年号叫开元，所以开元寺很多啊，都是战场。啊，用这个呢来追悼战争当中死难的军民啊，请出家人呢来做追悼会，大概就是这个开始啊。这么过这个皇上这么一做，在我们想象当中，在那个时候文武大臣大副长者要有这样的身份才能请得动法师啊，法师不是随便好请的，这尊师重道啊，啊，也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啊，家里有老人过世的时候请你去念一卷经啊，总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开端啊，道安法师能说出一番道理出来啊，举出这个事实。没有想到几百年之后啊，把它变成正宗了，讲经正规的讲经教学没有了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寺庙是讲经教学，大概追悼是到人家家里，没有在寺庙里做的。啊，所以这个历史我们要懂。因此，佛教要想复兴，一定要回归到教育。啊，这个在早年，方老师跟我讲过好几次，我印象很深。啊，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教要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佛教大学。啊，这个在隋唐时代就非常盛行。啊，原本佛教教学是私塾制度啊，不能成为一个正规的学校啊。马祖跟白丈这两位都是禅宗大德啊，他们提出来要将佛教正规化啊，正式建立学校，这学校成为丛林啊。这个里面分工啊，三个纲领执事就等于现在大学一样啊，确实现在大学是如此啊。丛林的主席就是主持方丈，是校长啊，首座和尚管教务，教务长
啊，为诺是训导长，啊，建院是总务长，职务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跟现在大学一样啊。啊，所以他也分科，也分系。啊，丛林里面想学什么，都有老师开课来教学。啊，所以说分组讲经，每一个殿堂都是讲堂。啊，你学哪一门东西，你上这个殿堂跟哪个老师。啊，但是他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不准你同时学几门功课。啊，只是你一门学完之后可以学另外一门。啊，正规学校化了。啊，所以他有组织，他有体系。啊，现在学校分科分得很多很繁，佛法分的没那么多。啊，但是它已经形成一个学校化了，啊，有制度，啊，有计划的来教学培养学生。所以寺院应当恢复隋唐那个时代，啊，是讲经教学的道场。啊，那么现在也专门有金蝉佛寺道场，啊，我们可以并行而不悖。啊，民间嘛，有许多需求嘛，老人过世都到寺院里面啊去诵经超度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学校。如果没有学校，没有教育，单单是靠超度啊，社会上人说你是迷信，早晚会被淘汰掉。啊，前年我们访问梵蒂冈，啊，天主教教皇就谈到这桩事情。啊，陶然书记主教告诉我们，最近这十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个信徒逐年减少，他们很担心，像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信教的人寥寥无几。啊，拿这个题目来让我们讨论。啊，我当时发言就提出要恢复教育，每一个宗教都不例外。啊，早年比释迦牟尼佛早，摩西在世的时候，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讲经教学，你的圣经就看了，旧约里头啊。耶稣教学3年，他被人害死了。穆罕默德教学27年。释迦牟尼佛教学最长49年，这些创教的第一代的祖师，通通是教育啊！啊，那个时候他们的学生，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学生分到四面八方也是教学。啊，所以宗教确确实实是教育。
啊，贬值，我们要了解什么原因。啊，现在别的宗教也贬值，以祈祷为第一。啊，佛教的金忏佛寺属于祈祷，啊，包括我们提倡的三世息念也属于祈祷，不能不知道。啊，祈祷有没有效果？有，不是没效果，治标不治本。啊，教育标本兼治啊，这社会大众能够接受啊，能够尊重啊。如果当年佛教传到中国，是金忏佛寺，我们中国帝王肯定不要这个东西。啊，进入中国来讲经教学，翻译经典。啊，这些王公大臣听到有道理啊，这才能接受啊。啊，特别是佛教，佛教的基础，因为佛教是四道，啊，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这也是一般人常常是的讨论的，啊，当年佛的这些大弟子，四面八方传教。为什么现在只剩下中国这一支？啊，南传的这一支，啊，再就是西藏藏传的，啊，其他地区为什么没有了？啊，伊朗、阿富汗，大概在70几就没有了。印度本身好像11世纪之后就没有了。我们在印尼看到的，啊，印尼有佛教的古迹，啊，现在也没有了。啊，只有中国还在，什么原因？中国人讲孝道。啊，四道的基础是孝道。中国人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啊，所以佛法在中国就特别兴旺啊。这个环境对于他太好了啊。那么这些我们都得要知道啊，所以。建寺院呢，应该是要把它学校化。啊，寺院里头不做金忏法事，不要做法会。啊，报这些过去护法大德的恩，可以想做什么追悼会的形式，一年有个2-3次够了。不能太多啊，所以是名扬两利，我们都顾到啊，这是建法创的意思。啊，加强寺院，建床是战胜之相。辟说法降魔得胜，慧日与菩萨智慧，照破痴暗，一心群迷也。这话说得好啊！啊，佛法的教学，它有一个很鲜明的。目标，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啊，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而不觉来的。啊，你迷惑，没有智慧，于是你对于现前的问题，你想错了，你看错了。啊，那么当然你就会做错，这不善的报应就现前了，这是苦啊。如果你对于一切法离世性相因果通达明了，你的思想纯正，你的看法纯正，啊，你的做法好啊。如理如法了，你才真正能得路啊。所以佛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用教学的方法啊，帮你开悟啊。教学的目的是帮你破迷开悟，破迷开悟的目的是离苦得乐。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一天休息都没有啊，真是个标准的好老师，模范老师。我们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休假，没有看到啊，而且教学几乎都没有中断的啊，除了大单元啊，天天讲之外，我们知道还有许多临时来的啊，个人有个人的问题都给他请教，佛从来没有提出我累了休息一下，没有问，都给他答，都给他解答啊，所以诸位看小乘经就看到了，小乘经不长，两三百个字，全是应对一般提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有共同性的啊，它个别的没有共同性的就不会记载了啊，大家都有这个问题，他提出来了，佛解答，都把它写成经典啊。世尊在世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啊，我们要能体会，要能学习。有经言书，以文思修三会，名词三语啊，即法鼓比喻文会法啊，鼓声远辟，远辟名即法鼓啊，见法床呢与思会法啊，立意成见，意除临床，指建立法义，仗愿于众为见法床啊，这个意思都非常好。要会日呢，那是除持暗啊，这个就是讲的苦了，说修会法开众生眼啊，持暗就是无明的愚暗。华严经第二卷曰，如来智慧无边际，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世界慧日破痴暗之意。这个解释得很好。啊，那我们就晓得佛法的修学啊，佛法的教学，第一个目标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那心念行吗？头一个
信心从哪里来？啊，你不疑惑了，所有的疑惑破除掉了，信心自然升起来了。信心升起来，第二个目标，怎样帮助你发愿？啊，就是劝你发愿。这个还是要讲啊，要把十法界一真庄严这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你就有比较了。啊，给你讲三世因果，给你讲十法界一真庄严，啊，通通搞明白了，你的愿发起来了。世界这么大，佛刹那么多，啊，我们就会选择了，啊，肯定选择极乐世界，选择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我决定能成功，选别的法门要断烦恼，而且修行的时间很长，很不容易成就。啊，不是那种根性，他没法子。即使是那种根性，依那个法门学，你们学教的、学华严的、学天台的，啊，华严天台祖师都到极乐世界去了。为什么？他们真的学到明心见性，生哪里？生华藏世界。可是到了华藏世界之后，啊，他所亲近的是文殊普贤，文殊普贤到最后带到他们一起到极乐世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拐了个弯呢，很辛苦啊，拐了个弯，最后还是到极乐世界。那我们直接念佛的时候不拐弯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见佛。啊，可是这桩事情真正讲透，真正讲明白，啊，在无量寿经众多注解当中，只有这一本讲得透彻，讲得明白，这个难得了。啊，所以我非常欢喜这部经。啊，我跟大家介绍，啊，这部经从哪来的？集大成。啊，就像我们今天呢，这个在推广群书之要，推广过学之要。啊，在这个时代啊，这对我们是最好的办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很多书啊，但是你要不晓得的时候，你智慧从哪来啊？修行的方法从哪里来？都有问题啊！啊，要广修多闻呢。夏莲觉老居士把五种云一本汇集成一本。集大成啊，啊，五种原一本有都相同的东西都把它删掉，都不要了。啊，只选得有不同的东西集合在一起。你在这一本当中，五种里面的精华全都看到了。啊，重复的那个就不要了。这对我们学习的时候提供了多大的方便啊！我们要去学五种本的麻烦了，没有人愿意干了。浪费精神，浪费时间，不得要领。
所以会集有必要。啊，缘起，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第一次会集。啊，这个本子收在龙藏里头。莲池大师讲阿弥陀经，就是阿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的无量寿经十至七八都是王龙书的本子。啊，可见的龙书汇集这个本子祖师重视啊，但是他不完全。啊，王龙书只看到四种原本，还有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唐朝这个译本他没看到。我们就能想象到以王龙书他的身份地位啊，他的财力，五种本子都找不到啊，只找到四种啊，少了一种啊，啊，不完整。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做第二次汇集，五种本子他都看到了，确实汇集的比王龙书的本子好。啊，夏老就是最初的时候啊，他就是读魏默生的本子，啊，很用心把它校订，啊，照这个原书啊来校对，有些不妥当的地方啊，他把它修正过来，叫校正本。啊，到最后觉得这个还是个难事。重新汇集，这是现在这个本子啊，所以他是先从校正，后来感觉到重新搞啊。老居士讲过几遍啊，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是他的传人呢，啊，交代他给这个经做个注解，所以黄老当年听经就非常用心，写了笔记，笔记在文化大革命毁掉了，所以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开始做这个注解。好啊，我觉得这都是天意，上天安排的啊。啊，这个注解用什么方法呢？也用汇集。汇集注经啊，很多经里面讲到净土的时候，它汇集注经，汇集中国、日本、韩国古来净宗大德对无量寿经的注疏。啊，汇集注疏，这个妙极了，太好了！让我们从这个注解里面是学到了好多好多东西啊。他汇集后头有目录提着，一共193种啊，这不又是汇药制药吗？啊，无量寿经的制药啊，太难得了。啊，我们现在你看到是这个四库全书的制药啊，国学制药是四库全书制药啊，唐太宗搞的这是群书制药，从10000多种书里头啊去选择啊，到最后选出了65种啊，65种里头有关于治国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的这些重点文字全抄出来合成一本啊，你就不必看那么多了，哪有时间看那么多呢啊。那今天我们读这个注解
读这个经，读这个注解，这就等于说大藏经的制药啊，大乘佛法的制药啊，太殊胜了，在我们的语言无比的稀有啊。啊，过去这一些祖师大德啊，过去学佛的人没这个缘分呐、啊。啊，我们不必去读大藏经，大藏经全部摆在面前。啊，这真的叫要会日出痴暗了。啊，痴暗就是无明，就是愚痴。华严经曰：“如来智慧无边际。”啊，刚才念过。啊，一切世间莫能测，永灭众生痴暗心。华严经这三句话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人太傲慢了，瞧不起古人，认为古人呢不如我们。我们聪明，会发明这些新的工具啊，科学技术啊，古人没有。这种轻慢心啊，共高心，是我们学习最大的障碍啊。你看印祖的话，我们不能不记住：一分沉浸的一份利益，你对于古人没有成见，你怎么能得到利益啊？你看经常如来智慧无边际，他现在不相信了，如来跟科学家比差远了啊！科学家发明了声光这些电器，这是如来没有啊，也不过就是讲讲说说而已啊。啊，还讲一切世界莫能测，啊，这些教授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真会说大话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一个教授，严一平，啊，在台湾也小有名气，他是学考古。是研究甲骨文的，啊，在台湾大学教书，以后辞掉这个教授，去开书店，啊，搞了一个译文印书馆，发财了，啊，那个时候印十三经注疏，啊，我第一部十三经是这个注疏就在他家里买的，那时候一套书490块，十三经注疏啊，这套书我送给慈光图书馆了，啊，李老师办图书馆我送给他了，昨天我得到一部，跟我那个本子是一样的，它是精装五册，字缩小了。我以前看的本子也是这么大的书，但是字大，字比这个字大啊，同样的版本啊，所以我们对古人，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讲大话，就是严教授讲的，他跟我说，我笑笑，我因为我们年轻啊，他是我们长一辈啊，不好意思说他啊，不说话而已，观念错了。那你看方先生不一样，方东北先生对于这个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世间莫能测，你不知道，你以为他说大话啊？还举出金刚经，那金刚经算什么？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啊，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在中国流通了1000多年，读金刚经的不知多少啊，六祖慧能从金刚经开悟的
啊，现在像严一平这种人多很多很多。啊，这种心态在大乘不得其门而入，不但大乘，小乘也不行，你也不能进入。啊，所以我给一些同学提醒他们。啊，我举例子说，啊，就像神秀跟慧能，神秀对佛法百分恭敬，他得一百分利益；慧能呢，对佛法万分恭敬，他得万分利益，不一样啊。那不能说神会没有沉浸心啊，神会有百分沉浸心。所以他在五祖麾下是五祖大弟子啊。一般人都认为五祖传法一定传给他。啊，没有想到还有个万分恭敬。啊，得万分利益的，这五祖传给他了。我们对古人不尊敬，这真的叫大不孝、大不敬啊！所以古圣先贤他们的成就什么？真的个个都是万分成就啊！万分成就怎么来的？培养来的。啊，你真能够把这些经教真搞通了、搞明白了，你那个沉浸心会升起。啊，从百分呢会升到千分，从千分会升到万分，到万分的时候，恭喜你，你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佛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你都会尊重。你都能够信受奉行，你能够齐入境界啊，你的障碍全没有了。障碍就是怀疑，从怀疑得到不敬啊，不能像完全相信啊。现在这些科学知识佛有没有啊？有啊。啊，近代外国小科学家研究量子力学的，研究太空物理的，啊，我们看到他的论文，大乘经上全有，而且讲的比他透彻，确实有超过而无不及。啊，所以方东梅先生当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啊，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释迦牟尼，啊，他不加佛，他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么敬佛吗？啊，他又告诉我，佛经哲学今天不在寺庙。问的在哪里？在经典。啊，这个指示非常重要。他老人家补充说，过去佛门这些大德、祖师大德都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个个都是。有德行，有学问。对，现在呢？现在都不学了，再给我们点醒了。那我们要真学，就得从经典上下手。啊，你不从经典，你学不到东西。啊，从经典上来学习，沉浸是入门第一个条件。啊，你要学释迦牟尼佛，
学就学佛经这些，瞧不起释迦牟尼，那怎么行呢？啊，瞧不起经典，那不可以啊。那就是你有多有几分沉浸心，你得几分利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就想到了，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发明现在这些科学，这些东西？为什么不发展这个？他有能力，而且比现在科学家还高明。啊，为什么不发展？如果发展，这地球早就毁灭了。现在科学家不是发展吗？才300年，你看地球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造成的？科学技术造成的。啊，因为大家都相信科学，对于古圣先贤呢都不理了，认为古圣先贤无能，不如我们自己，啊，自己功高我慢。提升的太高了，啊，把祖宗不要了，不如我们呢，古圣先贤不如我们，佛菩萨不如我们呢，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现在的社会怎样才能恢复？地球上灾难怎样才能化解？啊，佛经上说的。依照大乘经修学，这全没有了。科学给我们做证明。啊，美国布莱登好像那个解读末世预言是他写的。啊，他在悉尼会议上就讲得很清楚。啊，只要地球上的居民，我们大家一起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灾难就化解了。这是个明白人呐！啊，不但地球灾难可以化解，会把地球带到更好的走向。真的了不起啊！啊，这是外国人呢，我相信他没有学过中国传统文化，他也没有学过佛，他们的这个结论跟佛法跟中国传统文化了不谋而合。啊，我们老祖宗晓得，他怎么也晓得了。啊，说出来跟经典上讲的一样，你能不相信吗？啊，我们现在对于佛法是一丝毫疑惑没有，不是我开悟了。啊，我学了60年没开悟啊，但是六十年的熏修啊。有那么一点小成就，啊！但是我看到科学报告，我看得懂，我一看就明了，啊！哎，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啊！增长了我们信心，啊！我们对于经典、对于圣人、对于祖宗，佩服得五体投地，自感不如啊！啊！谦敬的心升起了。傲慢的心完全没有了，啊，年轻时候也很傲慢，也是跟年轻人差不多，啊，这个道理明白了，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这一生最大的一桩事情，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拜老师。啊，这个老师会保证我们成佛，啊，而且会很快的成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